我的路已经走到尽头，你跟我想打造的国家并无二致，你会做得很好的。为了区区世子之位，杀死三丰，杀死你亲弟弟，你怎么可以有登上王位的妄想？对兄弟和老师下手是篡夺，是谋反。如果父王想要娶我的性命，请你杀了我。周一至周五下午4点，六龙飞天。